小姐姐问可不可以把水果带走吃，难道说不可以他就不吃了？你做好卫生，你有多没有？你知道他工位为什么走了吧？好好的回家吃。工作结束了，为了自己两个薯片不行吗？吃。那你为什么戴有色眼镜拍我？不让拍，快吃。再来一个。你这不要不要给我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我觉得不好。你让我吃我就吃，那我给你再尝一口吗？好吃吧？好吃吧。那你说吧，为什么我会再跑回来？我把你们拉回去吧。辛苦了，DJ老师，下次见。DJ 老师。